情歌才不怕呢。武侠类手游都有优美的音乐以及多样的玩法和活动，而这款九州天空城 3D 在这些基础之上将画面再进一步提升，除了细腻的动态光影以及材质纹理，玩家甚至可以对人物的五官造型衣服进行调整以及染色。一般游戏顶多在创立角色的时候让玩家设定人物造型，设好后想要变动就必须充值，但是这款即便玩家不花钱，预设的几套服装以及人物发型都可以让玩家自由切换与使用，让玩家随时可以保持一定的新鲜感。GC 游戏频道，燃烧你的游戏魂 ，Vital。